田馥甄高雄演唱会第二天，17日金剑止于坐在观众席，打扮简单朴素，还戴着棒球帽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，跟大家一起欣赏偶像的演唱会。子瑜之前就曾在直播上唱过田馥甄的小幸运，这次又出现在演唱会，看得出来他是很喜欢田馥甄的。散场时有观众遇到他紧牵着妈妈，在只有几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离开，看到粉丝跟拍，虽然工作人员挡了镜头，但是子瑜还是轻轻的点点头。而田馥甄的演唱会本来是上周，结果因为感冒延期。巧的是，子瑜17号看完偶像田馥甄的演唱会，18日就结束休假返韩，也让大家猜测他该不会是想看完田馥甄再走。田馥甄真的是偶像的偶像哎。Bye-bye.